原来帅哥都不会做菜，那国贤哥已经做了。神啊！不是你人又叉烧包了。我们要吃的是广东菜，请。今天的美味主审是柯俊年师傅。首先上场的 A 组同学是唐志平、李佩珍、马国贤，他们要挑战的料理是韭菜皮蛋松。韭菜能刺激食欲，抑制病菌产生。欧洲人更把韭菜当作医疗用途。而这道菜料理的重点在于皮蛋必须先蒸煮过，再大火快炒后，才能避免蛋黄混浊而影响菜的清爽。口感酥松的韭菜皮蛋松上菜喽！哎呀，好好吃啊！各位广东菜很熟悉吗？很熟很熟啊！好了，听我说，马上开始，来呀，三分钟。老师，这个广东菜啊，这个是应该是一个比较新派的广东菜，新式。对对对对对，其实它有一点像苍蝇头，对不对？嗯，你只要把它幻想成是不辣的苍蝇头。好，各位老师说做不，连切都不会切。不是你人肉叉烧包了，你舌头要吐出来啊，佩珍才这样笑。哇！你看马同学切肉的时候脸上肉震得多厉害啊，你们就把它当作不辣的苍蝇头来做。我知道啦，香气，这一道菜香气很重要，香气是啦，香是啦，香讲个香。马同学干嘛还在哭？唐志平，你行不行啊？唐志平，你不要爆锅了啦！哇，油会倒太多啦！原来帅哥都不会做菜，那国贤哥已经做得很好。第一次做，搞不好就让你们惊讶，我跟你讲。对对对，惊吓惊吓！哇，好香好香啊！直接啊！来了，好惊好惊啊！哇塞，什么事发生？你说那个中间那一位吗？新招新招。新招新招，烂招。哇，好香啊！伙计你好开心，好开心。王志平在乱搞啊！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推出去！佩珍不要丢脸，叫朱元璋来。新埔的过程不重要，结果比较重要。佩珍是好新埔，不要丢脸。都新埔。加油加油！小伟啊。国贤哥不知道有没有熟，好恐怖哦！哎，没关系，他们有洗手，有洗手，有洗手，现在都用酒精洗手，用酒精洗手。我要洗。加油加油！我再重复一次，记得哦哈，是一个不辣的苍蝇头哦。好，好了好了。哇塞，香气啊！香油。不会难吃，不过我想应该不会好吃。好希望李佩珍的韭菜皮蛋松，大家很期待哟。哇！想不想来碗白饭？可以嫁人了。哇，表情不是很满意。好香哦！哎，我其实本身吃比较淡点。有来了。OK 啊，配白饭。你要记得那个广东菜比较味道重一点。吃什么都一样的啦。对，他脑子里没有什么分别。对啊，有点油。啊，太油。一般味道刚好。哦，就是有一点油。你这样太咸了。这还不错哎，油是放最少的。剩下的有请问李老师。老师说好吃的话，你就直接嫁给老师了。其实我第一个想到哈，就是说，如果现在不是很流行那个粥的火锅，有没有？对啊。如果把这个东西下到那个粥的火锅，我跟你讲，你可以开一个营业。可以开店。等一下，我觉得它这有另外的含义哦。如果不下在火锅里的话，无法讲。哈林哥吃辣吗？吃这么小口。他说我是老师，对不对？对。吃辣。是的，微咸，我咸啊，微咸，意思就是说，但是味道就是不错，
是让人家受不了那个咸。不太会做菜的唐志平，他的料理请大家多忍耐。更好朋友，不要老胡说了，兄弟假的了，哎，不是，不说假的了，对呀，加油！我来讲一句公道话，你不要走，不要走，还有我，哎呦，做菜搞不好，人家才华洋溢的厨师就要被你们埋没了，对，哎呦。哇塞！你们谨慎的很会吐。对呀，你好会吐。我漱很恐怖，太吐了，还吐真的猛。哎，要不要拿牙刷啊？太咸了，你们家开盐巴店的吗？洗头洗澡的，你们一定没有吃过香港咸鱼，对不对？超咸超咸。哎呀，勇敢呐！不勇敢，肥姐不勇敢。肥姐，呆呆往前冲啊！冲冲冲啊！肥姐去洗身啦。哎，没有很咸吗？我所以啊，你地盘好吃也没什么意思了啦。玉姐吃什么都一样嘛。我一定带朋友去捧场。不是师傅说你不要来没关系。想吐啊！想吐了吗？想吐就叫到他桶里吐了。哎呀！你就到我桶里吐。哎呦，你们两个怎么那么开心啊？怎么会这样啊？你们是未来歌坛情侣啊 ？OK 的哇。我刚讲配真的哈。是可以配碗稀饭，对不对？他的呢？这个配一缸。哎呀，我超级熟的。吃多吃点可以洗涮。录第一集就挂了不好啊，后面两集没人录了。啊！就这么一点也要吐了？我的老天爷！哎，怎么会这样？只会做肉的马国贤，他的臭屁料理尝一下吧。先闻一下。绿的还是蛮香。对，先闻再吃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也用感情下去煮的。又来了，真的，你每次都只用感情。因为身为一个好的厨师，一定要用感情下去煮。菜好不好吃跟感情无关。这是老师跟感情完全无关。菜如其人，哎，索然无味，这包逼啊！这道菜是为你准备的，好煮，好好吃一下。蛋滑肉 Q。哎，第一桶，你一桶，快点啊！真的假的啦？效果不要乱做，效果不要乱做。好，用心做的菜。每一个人你都很熟哦。哎，哇塞，第一次有感觉。你刚说碧莉姐吃什么都一样啊？对呀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你刚说她最喜欢吃那个什么大什么？大什么便随便的咯。你这个做的比大什么还不如啊？哎呀，怎么样，碧莉姐为什么要吐出来？对呀，我都没有加盐巴哎。很难。你有感觉像马不咸啊？油，很油啊。老师，老师保重。OK 的，味道还不错嘛。我以前在台大医院工作过五年。台大医院，这个是专门给洗肾吃的，不用加盐，不能加盐的。马不咸，马不咸。清淡吗？可口吗？马不咸。对，吃也不用洗肾啊。真的很无趣，味道 boring。吐是不用吐，这很无聊的一道菜就是。好了，今天胜负还蛮好评的。对不对？你们认为哪一道最可口的，请举牌。哎呦，全数通过，李同学获分，获分，获分。接着进入厨房的 B 组同学是阿丹、李延景、比利，他们要挑战的料理是韭黄炒肉丝。这是用黑网遮光的韭菜煮成韭黄，有促进消化和血液循环的功效。这道料理的重点，大火快炒是不可少的，如此才能保有韭黄细嫩的口感，并带出沙茶的香气。清爽顺口的韭黄炒肉丝上菜，这道更厉害，广东台湾菜，嗯，来，可以吗？到什么菜没差了，三分钟开始。加油加油！这刀子不能用，切不断。刀子是新的啦，冰姐直接用嘴巴咬了。为什么切不断呢？一头撞嘛，一头撞。冰姐肉丝不用切啊，加油。好恐怖。有什么问题吗？眼睛看起来好贤惠哦。眼睛看起来不错。有了，我是在看你。你看诸葛亮做菜怎么样？诸葛亮一直棒。当然了。阿丹眼睛打开来去切菜，好不好？认真去看菜。马哥，直接捞三个来。
是回到李延景这边好看。对啊，还是多拍一点李延景。对对。这一道哈，如果是在那种快炒店，对，很受欢迎。对，所以记得快炒店的手法呢，哎，猛火啊，怎么样？老师，你讲那么专业，他们慢炒也不会，还快炒的。可是这一道我也要啊，比那个不辣苍蝇头难做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谁的锅烧焦了？哇塞！我靠！哎，沙茶进，要挖一下。沙茶为什么出不来啊？哇，他连沙茶会沉淀都不知道。我们买就熟的吗？哦，摩门台啊！耶！我想起来了，冰青菜一定要有节奏，有 rhythm。哇 ！The rhythm's gonna get you, the rhythm's gonna get you。哎呦，你看，哪一个？哪一个？比利吗？他会翻锅，没有，他会翻锅。哪一个？第二个。哦，李延景，你根本就是要看人家的肉有一半出来，看人家翻锅。老师不要脸，看你这。而且他翻锅翻得很漂亮，翻得很漂亮。这边嘞，阿嘉都有。跨队啊，加满一下。来翻锅，翻锅。哎，你看阿翻锅就翻得多丑啊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是照老师的眼光来看。好了，比利姐没关系，你没有人管你了啊。好漂亮哦！哦，差不多喽，九。来，时间到，看看我们这道广东台菜怎么样？做菜却在开玩笑的 Billy， 他的料理会 OK 吗？啊 ，Billy， 好吃的嘞，要不要白饭？好吃的不得了，沙茶的味道好重，很棒。嗯，那是好还是不好？好吃，喜欢。宝贝，对，你会做菜，你就知道这个真是百年难得一见的这么棒的菜。哎，你怎么突然变才无碍，讲话这么清楚又顺畅？对呀，打都打不断。韭菜有炒出甜味耶，不容易是不是啊？你知道现在杭州、苏州到处都是我的店，真的。Believe。好不好吃？味道很够，然后不会太咸。哇！我跟你讲，这三个人啊，每一个人假如都是100分的话，老师的话值300分。老师你真懂。哎，来人呐！来了。老师，我上海有100家店，我上海有100家店，就请你去哈。真的吗？对。问题他现在一家都没有。100家有什么方法？如果你上海开店的话，哈。你可以开，因为真的不错，真的吗？真的好吃啊，真的好吃啊！老师说定了，我请你去剪彩哈。你怎么专门找不对的人做不对的事啊？讲实话就好，不要因为任何原因讲实话就好。讲实话。对。很真实啊！不是，不能让你太骄傲。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可是，是不是太甜了？我觉得啊。怎么样？唯一的问题就是甜了一点，甜了一些。如果上海菜啊，上海菜 OK， 对不对？无锡也可以。香诺，香诺。但是先问了李延景，他的韭黄炒肉丝吃吃看。干嘛？我是最新鲜，是两目点心。不要乱做。你每次每一口看到像犀牛在吃食物。对啊，好像吃草哦。不能再见。喷出来，要不要李一桐？他真的效果在乱做。Oh my god！ 明明就好吃。为什么咬了30口才有反应呢？因为他刚在想美好的画面呢。啊！你根本就是报仇好吗？不是，就是他可能没有弄匀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有一部分是咸，一部分是没味道。对，小丸子啊，明明就好吃啊！我刚有试吃哎，焦焦的，对不对？烧焦的味道。哦，肉干，肉干，八卦八卦，真的是肉干。要李一桐啊！我真的。
我想要淋一桶。他想要淋一桶。严谨，对不起，真的好干哦。要加水，你看我刚刚都在加水。有，好了好了，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。快点，快抢，因为不用加水的、啊。把他嘴缝起来。刚刚那个翻锅的画面，我真的不太相信不好吃。哎，是外貌协会，是外貌协会。为了爱吞下去。为了爱，我觉得他排在 Billy 姐后面吃亏，因为 Billy 姐她刚刚那个有甜味，我们要加糖啊，比较刷脆，可是她这个就是比较对，稍微这个乏味了一点。老师厕所在隔壁啊，炒完以后老师就是以菜取人，我觉得他还是以貌取人。老师讲实话，不要受前面的人的影响。一般一盘大概是150块，这样的量。他应该可以卖到120，没有那么差吧？这很可怕，有火哎！对，对不对？太干了，你快炒这个，对，差了一点点。就这，这道菜出来就是你就是可能不会再想吃第二次。对，明明就很好吃，那你就拿去吃吧啊！这料理很有自信的阿丹，他的韭黄炒肉丝应该不错吧？我跟你讲，这样才那个有嚼劲，正点啦、啊。牧羊人。哎，是，是朋友。哎，马国贤最近变得好挑食哦。为什么我会变瘦？就是因为我挑食。你有口臭。喂。因为我最近开始对吃开始有品味起来了。哦，这样。就是阿丹煮这个菜哦，不会难吃，但是你吃饱了。不是，但是太油了。摆地雷。大小姐，大口，你们不要把我低油，哇塞！哎，你们不要把荒野大镖客逼急，他偷枪了，好恶心哦！哎，明明就很正点，好不好？那等下我只能送你一首歌，就是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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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算了，不行，请你噔噔噔噔噔噔，你刚不会吐了，要不要吐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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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我可以吞下去，因为你的比较油，比较滑。刚刚你严谨的太干，我是连吞都吞不下去。所以你们油了一点而已。你们两个就是 Oil Brother， Oil Brother， 油王。Oil， 没有，老实说啊，我相信你也不会说谎的。重点是你知道，我为无畏。真的假啦？盘子上面都是。老师，你正在讲吗？你把荒野大镖客的枪拿来。零零七大战金枪客。因为我儿子炒的比你好吃，你的手艺连他儿子都不如，你懂吗？他儿子40几岁啦。没有没有，我儿子中班。你已经放很多调味了、啊，没味道、啊。就说这不是我拿手菜吧？你拿手菜是哪一道？今天你的表现不好，已经表现不错，第三名。第三名，哦，不错，第三名哦。但总共排起来，我看也差不多第三名。好了，各位同学，好吃的那个广东台菜，哇，今天你啊，这个人不知道在这做菜这边有没有得过分。哎呦哎呦，一直在做表情。得分的是哪一位？弱，今天 Billy 这道菜做的分数还真的蛮高的。对，其实真的蛮好吃的，真的蛮好吃的。你有没有得过啊？在做菜这一关，没有关系，有没有得过？你们随时要到我家吃饭，打电话给我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来来来来来，来超上厨艺大比拼。今天跟菜鸟比赛，我真的觉得我想用炸的，我想用煎的，因为我觉得培根就好，培根肉还。阿西哥弄了一个木乃伊出来，哎，花样的。我妈妈看到会很高兴。我妈妈看到我吃你的会杀我。即将上菜，这两道手工点心。今天的美味主审是蔡继芳老师。首先来下厨的 A 组同学是方程、阿西、阿娇，他们要挑战的料理是培根双笋卷。所谓的双笋，指的就是芦笋及玉米笋，其中芦笋富含维生素及矿物质，有益于心血管健康和预防癌症。而这道菜料理的重点是培根煎到表面有点焦脆后，再加水焖烤约2分钟，好吃又健康的培根双笋卷上菜喽。
开始三分钟。阿西大哥，我先小一点啊。哎，阿西大哥耳朵啊，可能这个啊，啊，在旁边叫。阿西大哥，我先小一点哈。好，来，培根卷。如果没有炸好的话，下锅起来就变成一盘炒菜。啊，对，还是要下锅。这个菜除了用手做，其实还有一个含义，就是到吃的时候也是用手拿。手做手拿。用手拿。哇。哎，你看阿西哥弄了一个木乃伊出来，哎，啊，花样的，哎呦，看起来很好吃哎。我不想用炸的，我想用煎的，因为我觉得培根那个培根肉它煎过之后，它会自然有一种焦掉那种香味。如果你用煎的就不好。要炸几根啊？要炸几根呢？六个，一二三四五，五个。哎，我可以偷一下你们的这个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！才打起来，才打起来！这样，因为呢，这个培根煎过会过油，所以我们需要用这个餐巾纸把多余的油给吸掉，这样吃起来比较健康。他以为我们这是美凤有约什么的。你借我餐巾纸，当然你做好菜要给我吃。不是啊，有人跟那个新同学说我们只有三分钟吗？对啊。没有，我要下去炸喽。等一下。好。丢的小火炸，光看他丢那个菜就知道这个人。我已经够热了，但是要把它翻一下就好了。哇，看起来很稳当，看起来太大了。阿西哥很稳的，我来参观一下。哎呀呀，有火太大的感觉，你这火太大的感觉，感觉。哇塞，你这火也太大了，比较焦了。哎呦，好。感觉那个阿娇姐的那个，没蛮好吃，颜色漂亮哎。阿娇姐感觉蛮好吃的。对呀，哇，真的不会烫吗？哇，闪了闪了闪了，哎，闪掉了。哇，闪了闪了闪了，走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该闪的都闪了，不该闪的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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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整，非常完整。好了啦，吸的油，好，九，七，六，五，四，三，二，一，好，手工菜上场。你快吐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多做吧，同学做的蛮好吃。不是，因为太长了啦。其实 OK 啦，但是我觉得你的那个肉可以再焦一点。哎呦，怪怪。好吃吧？不好意思，我刚好吃到现在刚好要吞下去的时候，有酸味。哎呦，这是这个。糟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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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吐掉吐掉。哎。这样讲起来，当然你做这个还是会难吃哦，真的有一点酸，不知道为什么酸味，对不对？好吃吧？哎呦，像他们宫廷里仆人在吃的，哇！你看他那个手势，都想把他手打断，太浪费了吧？朱辛苦，谢谢。那个不行，太油了。会有那酸味啊？真的酸吗？好奇怪，酸酸的。是油吗？是不是油条？吞下去真的过久还是？卤手和培根酸掉了吗？不晓得。其实应该是 OK， 只差了一点点的焦味还不够，很自然的。什么自然？有多自然？你们吃快一点，因为我是第三道，我怕我的菜冷掉了。不是食物坏掉。还不错，还不赖吧？还没吃到酸味。对啊，很好吃啊！很有创意的阿西，他的木乃伊双层卷，吃吃看。哇，你阿西哥是章鱼吧？好可爱呐！哇，这个是有作用的。有什么作用？如果两边伸出来，你第一口小姐很难马上吃到肉，所以她可以选择啊，你可以先从蔬菜那边吃，或者先从肉那边吃，对，对不对？那更何况还有提倡卫生观念。怎么每一口吃起来，小珍都是那个脸啊？要不要李一桐？要不要李一桐？李一桐！哎呀，哎！不
只是用手包、用手做，还要吐在手上啊！哎，还有手的味道是？师哥啊，你也太娇了。但是苦有毒。对，我这一道菜叫苦尽甘来。他喜欢不油啊？那不油？那焦不焦、苦不苦呢？他都焦成这样子，没有油。不错啊，哎，不错，你看，因为他那个玉米笋就是有。直接的煎到，希望它长得圆形。公主，你吐掉吧，来，小的为你服务。哎呦，哇哎！我知道你一定需要这个的。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学长，我说你现在啊，它不只看起来干干的，然后它蔬菜都已经是软趴趴的，然后都焦焦的，太苦了，好难吃哦。没有啦，其实我觉得西哥的那个火腿煎得很。OK， 然后再如果配上陈姐刚才的那个青菜的话，就很棒。要两道放在一起会比较好一点。可是培根要吐吗？老师，李一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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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阿西，学长，耳朵听不清楚？哎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我觉得燕瘦反肥各有风味啊。你在讲什么？你在说吃菜的人还是说你的菜啊？我为什么吃起来有咖啡的味道？哎，烧焦，新口味哦。对，哇，真是太棒了！人间美味，真是太焦了，玉石玉太焦，进去只有焦味，肉味荡然无存呐！是，提倡健康饮食的阿教，他的料理能兼具美味吗？我不提倡吃过油的东西，所以我在处理培根的时候，我先把它煎过，煎过之后呢，我再用吸油纸把它两面的油吸掉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他们不做，没关系。来，小珍，说说看。太狠了！不是，他是要跟你讲，橡皮筋就是这样，很硬，太硬了吗？那你也不用啊，咬不动啊，很硬啊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蔬菜这个东西，芦笋跟玉米都是要吃生鲜的。如果你吃了那种炸过的，基本上都是不 OK。好，自己痛。哇，相当没风度，不错不错。这个我的牙齿都被你这个东西弄坏掉了。坏公主碰到坏王后，还蛮配的。每天晚上我刷牙花很多时间，我还要用牙线弄牙缝。现在好，闭嘴，没有人想要弹你的牙。牙齿弄掉了吗？不如我待会儿帮你打掉，你看怎么样？行，老师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太不公平了，我的东西是最后一个吃，因为它培根经过时间的催化之后，它一定会变硬。李一桐，既然这么硬，我干脆我就不要吃了，气死我了。虽然我们是同学，我还是对不起，真的太硬了，太意思了。投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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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投票。好吃的芦笋培根卷。是给阿西哥的哦，方杰同学得分。接着进入厨房的 B 组同学是安俊灿、王丽人、小珍，他们要挑战的料理是鱼片春卷。其余是营养价值极高的健康水产食品，具有防止心肌梗塞及动脉硬化等益处。而料理的重点是油锅要够热，油才不会包覆在春卷内，但火候不能太大，否则春卷皮容易烧焦。多吃多健康的鱼片春卷，上菜喽。鱼片春卷，哦，有气势啊！这算西式料理吗？三分钟开始。老师，这是哪里料理啊？中菜西吃，也是餐点很好的点心。哦，也算是这个混合的料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什么要提示的？老师，这次用的是什么鱼？哇，旗鱼。哇，小珍的小母哥应该是姚明的吧？怎么那么粗一根呢？干嘛这样？然后加一点米酒。盐。谢谢，我妈妈看。我妈妈看到我吃你的会杀我。然后我要拌米酒。哎，小珍也不错哎。当然。其实我觉得小珍的手那个，就是我感觉上她的手艺很。她是瑞士厨艺学院的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眼睛太烧。哇塞 ！Oh my god！ 哎呦，旁边的两位今天跟菜鸟比赛，我真的觉得尽力就好哈。没有。什么啦？他们哪里知道什么是两寸呢？对。然后要不要包？浇水啊！哎，你看我觉得反而男生做的比较像样。
哎，那等一下这一个叫我们五个人分吃啊？快啊！对，我就安先做的好像比较。好啊，快啊！我们要加油！好，五张一起铺啊！那先生，你平常在家里会做菜吗？哎，帅哥真好。对啊。我觉得他最像一回事。公子，我就是标准公主，标准动作。没有，那你怎么做菜那么流利啊？有没有人不吃那个香菜？没有，没关系，你不用考虑那么多，反正都会吐到那个礼仪桶去的。对，没错。我想，反正前辈都很会记恨的啦。对，真的，我觉得演艺圈新人好辛苦啊。我们来看看油好了没？抓一点呢，这个馄饨皮丢下去。哎呦，我的油温不够呢。其实这个是很标准的，处理的不错。谢谢老师。老师，是皇后给了你很多好处吧？你一直在夸她。我觉得她一次比一次最漂亮了，你知道吗？除了我妈妈以外，你世界上最漂亮的老师。老师，你就要闭嘴好不好？今天是有多少公病人？那我呢？病人方老师呢？方老师是谁？方老师是最漂亮的，除了我妈妈和蔡老师以外。火关掉。那阿西老师呢？阿西老师他是男生呐。你们在皇宫不用夹子用什么？啊，我都没有在做饭。用发夹是吧？啊。他们都不要我做饭啊，说这样子会很危险。是有原因的。没错，会把皇宫烧掉。好，好，我的可以拿出来了吗？对啊。赶快快一点！加油！加油！好。生了火灾。不小心把春卷炸掉掉的王丽人，大家小心吃喽。蔡老师说我做的很棒，很好吃。蔡老师是被你妈皇后买通的。里面的食物熟哦，可是外面那个焦了就是毒，你懂吗？我怕你会中毒。丢了这一块吧。但是你吃起来感觉就是那种路边摊的感觉，感觉很糟，是吧？要吐要吐，李一桶，李一桶，李一桶。开玩笑，阿西大哥跟阿西哥哥，本来世界上我爸爸之外，我最喜欢你，现在不喜欢你了啦。没有办法，现在我不喜欢他了。没关系，他也不喜欢你。好，来阿西哥哥，你说。真的是太焦了，太焦了。对，来，那个老师啊，麻烦你以后讲话用麦克风哈。最喜欢的第三个女的哦。你看，你最喜欢第三个女的都嫌你不好吃。对不起，我会不会借你一桶吃哦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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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拍子，拍子。老师，那一块巧克力。哦，一个咖啡，一个巧克力哦。蔡老师，别这样。好了，从今开始又是你们母女二人相依为命了，只有你跟你的皇后了。上次妈妈还请你到我们宫廷来喝茶，以后我想我妈不会。下次这个咖啡卷上来要附个奶油球，口味才会对。我跟我的仆人说 ，OK。看到有点焦，如何？都飞了，就你。好啦。因为我这个老师啊，我多年的经验就是不要咬太大，很奇怪，不知道怎么说，苦苦的，对不对？苦苦的，其实就是对对对，很像回炸三天的油条。哎，第一次做菜的安俊灿，他的春卷会及格吗？有点太咸了，先跟你们说一声。太咸。哦。我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来不及。不好意思啊，怎么会咸成这样啊？这那个对决，帮你准备水。我想还好吧，阿西哥。第一，它是炸的，拿捏的是刚好。嗯。那第二，虽然咸一点，但是只要来一碗稀饭就很爽。哦。对。
真的咸呐，真的是咸，嗯，哎，还不难吃哎，对啊，香气味道都对了，那老师先试试看啊。其实我很开心，有。他第一次做菜，哎，我觉得他真的做得很不错，你蛮有哦哦，老师，哦，哇，老师，我第一次看他口歪眼斜，哇，哇，里面是包咸鱼吗？料都吃掉，哇！哇，太咸！我靠！到处降下的小镇，他的春卷真的是天下无敌吗？应该也咸吧。我觉得要先入为主，这样讲了，你们就会觉得他咸。哎，真的不咸哎！我个人觉得他的他的口味我真的蛮哇，真的吗？你看一堆外行人在那边一直叫说，小珍来不及，来不及了。你看现在就是时间压力啊，小珍她都没有时间。我没有在跟你讲话，走开了。为什么？你们俩的钟是不一样啊，为什么你没有，他有？我没有时差。他怎么敢打我？好吃，我想吃第二块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你下次推的时候用力一点，最好头可以撞到那个。哇，你这个真不错，你吃不完我帮你吃这一块。我饿了。我觉得它其实还算蛮好吃的啦。哎，哇，你怎么？脸部肌肉渐渐缓和下来了啊！哎呀，有一种看到自己的子弟满意的感觉。对，我觉得你可以去接或外汇。哇！每次老师说到这种做菜啊，就是他最大的夸奖。哦，每个礼拜都来学道菜。真的很好吃。哎，真的，我觉得他的真的越吃越好吃，刷嘴。对，哎，刷嘴。他先动手哎，还不错。吃到后来，这个地方呢没有肉的地方啊，就香香脆脆的。对，有一种那种饼干味的口感。可以再吃一口的。对，各位同学，告诉我，今天好吃的春卷是？阿林哥。想必待会儿大家要倒霉了。啊。老师有没有讲过？要暖锅呀，暖锅要烫。阿明哥，你会不会？阿明哥，你脚是有多烫啊？哎呦，他刚刚切菜的时候，砧板上没有菜。即将上菜，酱才好吃的菜是什么菜？今天的美味主审是骆静汉师傅。首先来下组的 A 组同学是侯昌明、阿丹、伟如，他们要挑战的料理是酱爆肉丝。酱爆的特色就是酱汁在经过油的爆香后，有一股特别的香气透出来，所以吃起来美味可口。而料理的重点是酱汁在油里拌炒的时间要久一点，但千万不能用大火炒，以避免产生焦糊味。令人垂涎欲滴的酱爆肉丝上菜喽！好，三分钟开始。要有酱，要有酱，赶快三分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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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时间到！老师发疯了！是啊，哎，三分钟，你开始了没有啊？开始了，开始了，老师你都不讲了呢？我讲啊，你们不相信我，奇怪。我不想知道手指头。难切，这怎么切啊？哎呦，不会啊！哇塞，来这边有带有可以把豆腐切得薄如纸片呐！开玩笑，真是一个250那么薄干什么？这个不是要炒，不会切丝吗？等一下，肉丝这是要切的是不是？肉丝要不要切啊？要！不早说哎！十秒会不会？十秒什么？再小点，不行。等一下，我觉得韦如比较会做狮子头哎。哎呀，哎。你们傻蛋三姐妹讲什么话？我们很会吃啊，我们什么都不会，我们只会吃。谁不会吃啊？小蛋三姐妹的强项就是吃啊！好，准备明天到处装。教我怎么切？他叫你用力一点切。没有健身的话。哎，你为什么每次都要攻击你旁边的人啊？不是，阿明哥，你会不会？他的产
铲子太短了，给他长一点的，给他少林寺的铲子。少林哥，你的脚是有多烫啊？你在跳什么啊？可以的没有啊！哎，各位，傻蛋三姐妹上场。哎呦，大家好！他们这么红啊！没想到，原来我们的会煮，我们会煮啦！好厉害，根本没切开。老师有没有讲过？什么叫暖锅？暖锅，你不暖锅当然丢脸啊！好，躺再躺，再躺，再回来。不要了，不要躺。三二，太厉害了！太多了吧！我说要保护软弱。你看一下，其实这才是高招啊，整个清脆的清脆。不错哎，五趴五趴。哎，虽然掉电了。这个体式就是告诉我们，一日掉电，天天掉电。不管你再怎么补强，都没有用。我想怎么有？就是一直在掉电。我想想，一掉下去就没完没了。我没试过，干嘛啦？给你们闻一下，耶，好了，好香哦。捷运之后，旁边坐了一个帅哥，可是，一开口说小姐要不要喝咖啡？刚开始以为是美好的，后来太咸了。哇，其实不错啦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哇，哎，我可是做菜给女朋友吃排行榜的，那排行榜的前三名呢。是啊，对啊。你感觉很疑惑耶？因为我吃不太到肉味。哇哦！怎么有一副？而且你外表看起来很清淡、很斯文，可是你下手太重，其实还蛮咸的。吹花手就是你，有点咸，有点甜这样子。哇，师傅很给面子，大厨，头都顶到脖子上哦。单场好饿，他们咬下去都不会大。嗯，吃到最后是咸的。对，怎么会那么咸嘛？那个咸一起来那种感觉，要不要吐？没有。啊，吐掉了，都吐掉了。我也不忍心看，吐掉了。不忍心看吴孟达这样子。他是吴孟达。阿叔。啊，你随意就好了，可以吐了。你今天要录八场，你不要吃太饱。先吐一下，不要浪费。围着傻蛋三个真的吃下去了。傻子，傻子，傻子。太形象，好了好了好了。下咽，做菜令人心惊胆跳的魏如，他的料理你吃了安心吗？他加了一匙啊，如何？好吃吧 ？OK 吗？不错啊。哎，我觉得，我觉得佩珍吃到第二盘连妆都吃掉的感觉，他说怎么汤面都笑人呢？他笑了。我知道，我坐上捷运的时候，我的下一站是幸福。大嘴二号，大嘴，好吃，好吃耶！想要再来一盘，来试试看了。好，哎，哦，哇，好吃哈，好厉害哦！比上次好多了，可以吃，比上次好多了。哎，师傅啊。你的帽子都湿了，而且我怕被我擦下，会不会揍我？帽子都裂开，别那渗透作用，水湿到顶上去了，好吃啦吼！一吃还蛮好吃的，对，嗯，听到他声音就觉得不好吃，那为什么会这样影响呢？是你在吃的时候想到我哦。好，可以可以，这盘不错，可以。什么小段的偶像命，他的料理会吃得你七荤八素吗？磕磕看。烫头。
你刚刚在嘴巴里进进出出是干嘛？搞不清楚。我的字嘞。是有魄力，有起床的感觉。我觉得来个饭后甜点的感觉还不错。哦，真的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这也是一种夸奖啊。太贴心了。对。哇，你看那个脸。哇，你看。还要说，真的太好吃了。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？给你饭。哎呦哎呦！哇哦，冻蒜。你要先看那个脸怎么样？他是以为我们是没有嘴巴，是这样。师傅，老实说啊，师傅，我跟你讲，我的菜你吃了止汗的，好不好？哇，细细品味，你看，师傅，它肉很干，肉太干了，然后吃到最后好像吃到糖果，很甜。糖果？对啊，糖果。那里面有没有一张纸条再来一盘？有。再来一盘。怎样？老实说，是你要不要理一套？胃要痛了吗？不可能，想上厕所。因为我个人呢，是可以接受稍微甜一点的口味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蛮下饭。是，有没有像猪肉干？那个很好吃。对，是吗？啊，我们要这个给分了啊！今天还蛮好给的。对，好吃的菜是哪一盘？他那种人哦，他教的，所以他就非要选，就是不是中立，那是因为他觉得我长得帅，有分那个中南部、北部的口味，南部正偏甜，对不对？习惯，习惯。好，显然偏甜的不受欢迎啊。第二号的